这个摄像头装好了，我一会儿把用户名密码发给你，你连上手机试试。怎么突然想到给我连摄像头了呀？这个摄像头可以防烟防火，还可以报警，你安全，我放心吗？行家呀，可以嘛？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先工作了。 你好，燕医生。啊，你好。还记得我吗？啊，记得，你是霍源的同学。对，韩佩。你怎么跑医院来了？是这样啊，我最近每天早上起来，这嗓子特别疼，好不容易今天有空说过来看看，结果这专家号跟普通号是都挂不上，我就挂了个急诊。结果我一看这个，居然是您，我就过来给您打个招呼嘛。行，那你先坐，我帮你看看。好嘞。 是有一些红肿，但是没什么大碍。你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呀？哎，燕医生真是一针见血呀。一会儿我帮你开点药，你拿回去记得按时吃，多喝点水，早点休息，少抽烟喝酒了。不过我也得提醒燕医生一句啊，您在这平时坐诊，如果要是不忙的话，也得经常这样起来活动一下，对颈椎好。你这说我一套一套的。 拿这个去取药吧，如果吃完药之后还不见效的话，回来再来复诊。行，那谢谢严医生，改天有空的话，我请你跟霍言吃饭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东西忘了。好，这个呀，是一个小吊饰链，你看。啊，还挺可爱的。送给你吧。啊，这。不客气。 谢谢啊！你猜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你猜对的话啊，我就送给你。 这世界很酷。